由吹笛手家族举办的巨大长笛国际音乐节即将在10月14日的下午登场，除了有长笛的演奏之外，也邀请萨克斯风乐团、不老乐团等知名团体一起演出，欢迎民众10月14日的下午一起来到艺文中心外广场参与这场音乐盛会。非常欢迎呢大家在10月14号下午3点钟到6点钟，我们在埔里要举行一个别开生面的巨大长笛国际音乐节。那这把乐器呢，叫做Contrabass， 它是长笛里面最低音最低音的乐器，那是来自荷兰的一个制造家叫 Eva Kimma， 他所打造的，为我们这个埔里镇打造的这把乐器。那由我们的吹笛手家族的长笛世代乐团呢来担任这场音乐会的主角，让大家有机会呢透过这个音乐，透过这个巨大长笛的艺术呢，能够来到埔里走一趟，然后呢感受一下埔里音乐小镇的风光跟美好。先院陈怡君表示，谢志伟老师所率领的吹笛手家族长年以来对于埔里艺文生根发展也做出非常多的贡献，而这次的活动非常的精彩，欢迎镇民一起来欣赏精彩的演出。那这一次10月14号的这个巨大笛子的演奏会哦，它不是只有笛子而已哦，我们还可以听得到一些吉他，好，或者是爵士乐，然后还有萨克斯风，以及从西班牙来的一个艺术家，他会打鼓，然后跟我们的这些长笛一起来合奏，所以说是一个音乐大家族的一个大集合，非常值得全家好大大小小一起带来听这个很难得的音乐，然后看这一支巨大超级无敌大的笛子。副议长潘一圈感谢谢志伟老师举办这次的国际音乐交流活动，让镇民有机会欣赏精彩的音乐飨宴，也欢迎民众10月14日的下午有空也能够来到艺文中心外广场欣赏精彩的演出。记者陈伟一埔里镇采访报道。